的。我们圣母的銮驾，再次的感谢大家哦！我们桃园龙德宫天上圣母四妈祖，我们要展开八天七夜的南巡祈安绕境，在这边呢，我们感谢辛苦的警察大人，感谢你们哇，牺牲了今天晚上的假期，来到桃园龙德宫为我们来指挥交通，感谢感谢再感谢。今天大家欢迎邱彪哈，大家给咱新马豆来上岗哈，非常的感谢，感动，新马豆感谢着咱邱彪哈，这么热情，给咱新马豆上岗，马豆保庇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大发展，阖家平安，大太平。